0.1%。而昨天投资人看多标的的这做多权证相关的连结个股当中，我们看到做多前五档分别呢是国泰金、富邦金、中寿、中信金、兆丰金，当然是跟昨天盘面当中的热门的程度呢是直接做挂钩的。我们来看到这国泰金呢，昨天做多的权证的成交金额，也就是包括了买进认购跟卖出认售所合计呢，总共成交了5739万，富邦金呢3448万，中寿2977万，中信金2408万，而兆丰金有2053万。这五档做多最热门的个股当中所连结的昨天成交金额最大的前五档这个权证标的当中，要帮你特别挑选出来的就是买进引波最为稳定的投资的标的了。来看到第一档这个国泰金的相关连结五档热门标的当中呢，我们帮你挑出来四 Q 兆丰，也就是以绿色线条所呈现的这档087789，以及呢 EC 凯基以深蓝色所呈现的030592这档标的，这两档呢都是引波表现较为稳定的。而第二档昨天投资人做多标的的富邦金呢，我们来看到选出来的这五档呢成交值最大的热门权证，我们特别要帮您评选出也引波比较稳定的。我们来看到国泰 II， 这是030634，以深蓝色所呈现，以及亚东 DX 089245，以紫色所呈现的，是引波表现比较稳定。第三档中寿，这是昨天做多标的的第三名。看到这前五大成交值的五档热门权证当中呢，引波表现稳定的是国泰 IO， 代号030669，是以浅蓝色所呈现的。第四档要看到中信金，昨天最热门的五档权证呢，引波表现稳定的有凯基 7Q， 代号086395，是以紫色线条所呈现的，表现是非常的稳定。而第五档兆丰金呢，我们帮您看到昨天成交最热门的五档权证当中，引波表现最为稳定的就是统一 KS， 代号080195，这是浅蓝色所呈现的标的。